旧历五月十三是洛江镇武圣宫协天大地圣诞千秋日，庙方除了伫咧日前举办庙境的活动以外，伫咧圣诞千秋日当天，阁会来举办一年一度黄金关帝爷拔杯仪式，延续传统的信仰，嘛借此来优化大家感情。洛江镇武圣宫供奉协天大地，每年关帝爷旧历圣诞千秋日。信徒拢会准备神火贡品为关帝爷接收，也为家己甲厝内人求平安。今日的顺哦，有人是哦做哦六月二四的，啊有人做五十三的，啊咱是伫哦咧大陆哦，迄种个泉州关个庙吼做五十三，咱自早条拢做五十三，啊泉州关个庙做五十三，啊咱关帝爷的顺吼，啊咱大佛寺的顺吼，啊亲情的顺是拢安哦，北头中医的训练的，吼啊。李夫士的孙吼，伊灵吼是按吼泉州关个庙来的，吼啊三夫士的孙吼，就是按四湖陈仁宫来的，因为咱遮就是有咧祭祀吼，有咧哦有咧办事工斗三工，所以伊各方的神明吼，拢会来咱遮吼，啊来斗三工安尼，哦啊所以咱有大二三夫士吼，就是大关帝、二关帝、三关帝，吼啊伊就是讲吼，安尼按各地吼，你有咧有咧共祭祀，有咧做。做好代志，阿在新娘就斗三工。庙方新大举办接受活动，唔闹来自全台各地顶头信徒参与活动。庙方佫特别打造黄金关帝爷，互信众拜拜，希望当替大家占小灵保平安。前十多年来吼，啊，拢个孙咱就拢做金关公吼，啊，伊信者吼，若有心，伊就当来博安尼吼，啊，来博这金关公等于服侍安尼。哦啊，金关公像这回的孙哦，有信者拜堂的孙哦，伊安生六月二四吼，啊，伊讲伊真哦真兴，啊六月二四的孙，伊要回来挂香，哦，伊嘛听传点头咯，还要回来挂香，哦，伊的孙讲等于话帮助伊赚钱赚到安尼。在你新民圣诞之时，高步信宫上香祈福，祈求风调雨顺，保佑未来平安顺利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。